颈椎病做牵引来说，我们现在推荐主要是局限在神经根型的颈椎病，它牵引对这个是有效的，而且绝大部分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都可以通过牵引来缓解。它的原理主要就是让这个椎间盘承受的负荷降低，椎间孔扩大，让它神经根的压迫就会减轻，所以说呢能够起到治疗作用。